分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我乡亲时代，大家好。啊，咱足久无啊，甲咱这个足敖煮菜、煮菜足好食的查甫人叶伟叶大哥见面啊！吼，好来啊，叶大哥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先请安问候一下。啊，各位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啊，是啊，因为我著讲咱遮拢下久袂润咧扫吼，啊，今仔讲看迄个电视愈看愈看袂落去啊，迄有影吼，迄顶挂着要行起来吼，诶，咱毋知影讲即马吼，你若出门后边哦，你安尼写吼，诶，国民党安尼驻民，国民党调去行政，啊，民进党安尼啊无着台联党啊，民进党加台联党，你若无安尼时阵，人已经分袂清讲你出去吼，你到底你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或者是台联党安尼，拢分袂清啊啦。啊，有迄落三党嘛，拢黏黏做一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嘛，有啦吼。好啊，咱今咱就针对这个代志，咱来讲一下安尼。啊，拄仔只下讲，迄分袂清。啊，即卖咱问者，啊，王金平是啥物党？啊，苏贞昌是啥物党？啊，即种分袂清楚啊。嗯。啊，即卖王金平发生即款代志了，结果呢，民进党请全党的力量，好来声援他。是，我就想讲啊，到底王金平有没有搞错？哎，有没有搞错？哎，当时改名动画唔在。嗯，好、哦，哎呦，今仔这款现象吼，足明显就是讲，今仔就是讲国民党一代在滴内斗，茶壶里面的风暴。嗯，那你那是爱台湾，你那是支持民进党、支持绿的人，嗯、应该是爱点点啊。对啊。哦，徛关山看要烧塌啦，拢卖出声啊！哦，反正吼。这款人哦，国民党诶，对吧、嗯？就是死一个少一个啦。嗯，你替他担心什么？对不对？最好是两个都死最好啊。嗯，对不对？王金平跟马英九两个斗垮了最好啊。反正这个斗争下去哦，结果就是一死一伤嘛。嗯，什么人死，什么人伤，很清楚了嘛。嗯，啊，就王金平死嘛，哈、哦嗯，啊，那个马英九伤嘛，就这样而已啊。嗯，好，那么因东来呢？哦，他们纷纷扰扰，你唔免替我靠电影化休啦。嗯。因为即马那是讲选举，那是要搞，也是讲要开会什么吼，党纪处分吼，大家拢乖乖啊啦。嗯。今仔日会甲王金平处分吼，都是因为马英九都是甲迄个北韩吼，迄款金正恩吼要接班不顺利的情况吼是一样的。因为他现在民调低。是。再来呢，各地方的首长还有各地方的议会，都在反他。嗯。好啊，啊我即马吼，那是无台阶架高吼，甲恁家架势一下吼，恁家拢唔乖乖听话，好啊，啊我就先对连战开刀啊，今仔日当王金平就是对连战嘛，对，因为连战、连胜文、王金平这三个串联吼，伫地方上吼，尤其中南部吼，伫整合呢，上严重的是即届吼，国民党中常委选举的时阵啊，欸、王金平的人马吼，联系人马吼、过半呐、啊，对，那你马英九你是党主席啊。王金平是地下主席耶，嗯，哦，你马英九的势力范围是在哪里？就在天龙国哎，嗯，出了天龙国你就没有势力了呢，走到哪被呛到哪呢，对吧？黑龙跟他衣锦溥仪赶快呐，嗯，总共紫禁城里面也是皇帝啊，出来东西啊呢，啊，出来是黑的黑的中华民国啊，是安内啊，哦，他说马英九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跟他的声望，哦，而且能够让那个吴敦义跟江宜桦能够顺利接班，顺他的意顺利接班。所以把你们这些在外面叫嚣不听话不乖的耍狠招的耍小动作的通通把你、哦、抓起来通通把你批斗、哦、还想好笑的就是说、哦、咱这民进党的啦、哦、还是这些台联的替他想办法说、欸、你哦你快出来做一个党、哦啊、你出来之后、哦、带二十个立委没问题、哦啊、做一个党、哦、来个对抗我来说啦第一个阻挡不可能因为你党要有党产，要有资源，要有各方面嘛。你王金平一个出来，你说带二十个立委出来，结果话还出来搞你几年？因为他出来是叶立委提出来，啊，这个老母都无领，啊，伊提出来，唔得摇摇死啊，啊，伊佫出来两公啊，佫出来佫登去啊。不，这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好啊，你那迄二十个立委哪敢出来对吧？吼，党无甲你提名就算了啦。嗯，我。民进党的立委吼，有一挂吼，就是讲有一挂空棒去予人抓到的。但是国民党吼，我来讲，大家拢有啦。嗯你敢出去哦？敢出去吼？你有足济案吼，一项一项弹出来，起诉起诉起诉，你都吃袂大啦。对啊。你整个都完蛋啦！你今天你一个立委完蛋吼，是整个家族、整个地方势力、整个你的那个吼支持你的条，通通都拢丢掉呢。嗯。哦，那个是诛九族的呢。所以啊，应该敢，绝对唔敢。
哦，表面上讲哦，去机场迄几下吼，迄种人情世事啦，迄无啥，迄正常的啦，哦。啊，迄拢是戆戏啊，因为哦，迄就是哦，马英九要让你引蛇出洞的啊，啊，你真正说出来，叫我看到啊，哦，你像阿 B 啊，啊，你礼拜而已。哦，恁查某囝呢？搁要选立委哦，你看着办呐。对啊。哦，我跟你讲，因为王金平他整合了什么系统？就是农渔会系统，嗯，农田水利会系统，这真恐怖，这整个中南部都叫僵了。嗯，对。哦，这哪化变都变，而且哦，他们中南部最大的资源就是农渔会跟那个农田水利会最大的资源嘛。啊，董亚国上面耍鸡巴啦，干嘛搞微博？嘿，不管了哈，想抓黑痛都在这，那个组织很绵密，嗯，哦，他们可以用党产去养，用国家的资源去养，用地方势力去养，什么都有，黑金都在那里啊。嗯，东吹西，哦，不管是什么人去捡哦，国民党去捡啊，或什么人去捡，一定都要用到农田水利会，一定要用到农渔会。啊，那我你没有办法掌握地方，这问题就在这。啊，我讲，就讲王金平今仔为什么会去哦马英九斩头？这真简单嘛，这就是讲报鸟吃弯嘛。两千零七年的时阵，马英九去找王金平，叫他去关说，叫何宽仁哦卖起手。伊讲啊，何宽仁就是你王金平的远房亲戚嘛，啊，恁先要去讲，可能较有效嘛吼，啊，你甲讲，啊，王金平断然拒绝。啊，唔过王金平到尾啊，又转一个弯，啊，佫叫某一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转弯，嘛是去甲何宽仁讲啊。无，伊找迄个陈聪明。系啊。好，但是安尼，万叫袂爽嘛，好啊。对啊。啊，甚至迄天，无时回面水啦。迄天伫开会的时阵吼。嗯要甲伊个烤鸡会嘛吼，因为伊迄个国民党迄就是讲中秋节才会有的东西吼，就烤鸡会嘛，就要行街哇，烤鸡会吼，啊烤鸡会要伫内底讨论是啥物？他说，王金平为什么不替林义士关说？为什么不替赖树武关说？为什么不替李朝颖关说？既然去跟柯建铭关说，所以说这个犯了大忌。对，官说是可以的，但是对象是不对的。你看迄个马英九，伊的迄个新闻稿内底哦，伊连续念几啊遍讲，伊去甲这个郭建铭官说，对啊，去甲反对党官说就对啦。对啊，啊，所以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嗯，哦，国民党你们的从政同志跟从啊从政同志哈，你们要很清楚，官说是可以的，嗯，贪污也可以，没问题，对，你选举要买票都可以，对。但是你关说的对象不能是绿营的，啊，这样就 OK 了，好，这样你们知道吧？所以说你们哈现在已经知道一个规范了嘛，游戏规则哈，马英九已经告诉你们了，什么都可以做，嘿，现在只有两样不能做，在我的系统底下，对，朕的意思之下，你得令你什么都可以做，对，在国民党里面哈，马英九他的颁布的命令就是说有两个不能做，第一个不能关说，第二个。不能拿马克杯，嗯，对，黄金跟钱可以拿，啊，让你们知道了吧？官说要为自己人官说，不可以去为反对党的人士官说。对，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安尼。好，咱起码再过一段路了哈，咱来讲这个啊，咱拄只迄落话题讲，起码得出门在吊高牌啊，啊，得国民党驻民，我这国民党啊驻民，我民进党啊民进党加台联党啊，有三党集一身安尼哦。咱即下咱来讲这个民进党啊，哦，未使讲民进党哦，民主进步党啦哈。怪奇怪呢哈，啊，这个阿扁总统规家伙啊，互马英九来追杀的时阵。你民进党拢点点点，你这个全党一致哦，点点，啊，那会奇怪嘞？啊，迄、那个迄阵啊，讲要创啥？啊，拄到迄、那个广达信号诶迄落个时啊，你著讲即马国家多事之秋，吼、哦，啊，拢袂使安怎？啊，这边呢，吼、哦，这边讲要这个我是今仔日来邀请你来，我就是讲看甲吼，讲要吐血，就是安尼啦。伊本来讲要甲伊礼拜日迄天讲要辩论这个服贸协议，嗯，这要辩论服贸协议真好啊。咱这个在野党就是表示讲，你要将这个台湾人民的迄落意思，你要讲予这个执政党知影，啊，这个真理愈辩愈明嘛。啊，伫个台野顶，你来讲讲服贸，你甲讲偌济好处嘛，我甲你安怎落去吼台野顶落去迄落批评嘛，落去讲嘛吼。啊，结果讲，苏贞昌又搁讲，啊，即马国民党内底多事之秋哈，也就我们的那个
辩论哈，就暂时取消了。结果人无甲你感谢无哦，啊，苏主席啊，感谢你，感谢你，我即马刚好忙得焦头烂额哈，啊，你没有这个让我在那个哦，结果人唔是安尼讲呢，你看人迄个小朋友啊安怎讲？讲罗志祥，哎呀，咱来讲这民进党这是什么心态啦？你较知影，你较有在电影咧做。你甲民进党了啊淡薄啊，阁有你阁是民进党员嘛？你较知影呢？我无啥知。无，你做一个党，吼、哦，你爱真清楚你的定位伫倒位。你成立这个民进党是为着顾台湾嘛？对不？台联党嘛，同款嘛，吼、哦，都、就是顾台湾嘛。好，那在顾台湾的前提之下，福茂跟王金平的事情，哪一个比较严重？当然是福茂啊。王金平那个哈、哦，他做了干了40多年了，他不干也可以了啦。没有，不管他干多久了，嘿啦，这个是国民党里面内斗嘛，对啊，他们的事情啊，嗯，今天是马英九垮台还是王金平垮台？嗯，关我们什么事啊？对啊，对不对？今天福茂要进来，攸关我们台湾百姓哈、哦，那些中下阶层那些劳工啊、嗯，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啊，他们会受到那么大的冲击，你一点都不关心吗？对啊，对不对？你关心一个人，啊，有800万人会受到福茂的冲击，你不关心，这还叫一个党吗？你还口口声声说为了台湾，为了要顾台湾，为咱台湾来发声，啊，要照顾咱的弱势，好、啊，要顾咱的迄个劳工，有吗？对不？你今仔这款做法，你就是违背台湾意志嘛？对，是不是？你为着王金平，吼、啊，讲不爱嫁。哦，马英九辩论这个福茂，王金平有他伟大吗？啊，佮有啦，人若甲你感谢，就辩吧。人无甲你感谢，王金平嘛无甲，唔免为着我这样的。王金平嘛无甲你感谢，迄落佮予迄个罗志祥这个小朋友啊，在甲你消底安尼。哎，你这个甚物民进党，感觉足见笑的。对啊，苏贞昌党主席，你从来没有为广大信号开过一次记者会。没有为洪仲秋的洪大姐、洪仲秋他们家人开一次记者会，没有为福茂开一次记者会，你为了王金平开了那么严重的记者会，讲话好、哦、那么铿锵有力啊！你是民进党党主席还是国民党党主席？对啊，对啊，平常拢规家伙啊，拄到这款的问题的时阵，你应该讲话的时阵，你唔讲话，有机会好叫啊，平常拢的时阵，你袖手旁观。啊，迄落你种啥？你今仔日你为着这个王金平，啊，迄是恁老爸。啊，那会当用马英九的模式无？好、哦，你不为阿扁关说，不为什么人关说，不为洪仲秋关说，居然为王金平关说，对不对？开除党籍。可不可以？对啦，会使啦，我感觉会使啦。我就感觉讲哦，这个民进党哦，你要他何用啦？我即马就是讲，安怎讲？我心肝内底想讲，哎呦，咱较早为着民进党啊，伫街头安尼，和遐个暴警安尼讲安尼掠安尼害安尼哦，骨甲规身骨全伤痕了了安尼。啊，即马饲这个民进党，即马安尼啊，竟然伊个这是什么样想啊？到底是什么样想啊？所以我们要来修正我们刚刚谈话说，不是民进党坏，民进党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是整个党是邪恶的，是坏的，是毒的东西，那整个党都坏，不管什么人党做党主席都是坏，但是民进党本体体制是好的，他的理想他的理念都是好的，包括我们民进党党员大家都是好的，对，我们基层的最好啦，我们这没政治企图心的人，没想要选举的人，我们只投票而已，我们没去给人选的，这些人都一心一意说为台湾，只要你插青旗，只要你是说爱台湾，这个让大家就含泪含恨也给你投票啦，对，现在民进党的问题就出在党主席，这个党主席输我们民进党蒙羞，咱民进党是好的，赞的，对，哦，是优质的，是爱台湾、顾台湾的，嗯，哦，甲台联同款，爱台湾、顾台湾的。即马问题就是决策中心，就是恁党的领导人出问题，嗯，不是民进党出问题。好、哦，我们这样讲比较客观，对，好、哦，我们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顶站几个啊，派系总统，迄几个啊，底下顶官底下咧斗争，底下咧。
吼，底下在用啊来害死连回咱家，咱家台湾人民安尼目睭金金的，唔忙伊甲咱斗三工的，迄落。对啊，不要见猎心喜，卖看到讲国民党伫来斗，吼哦，咱都去甲伊插花啊，去甲伊安尼化休，吼、哦，人伊食米粉你甲化休，安尼都唔是合作动，你动无动？笑死人啦！迄落国民党的迄落民调声势遐尔啊低，你民进党嘛无讲因低，恁就要起来一个，嗯，都没有啊。嗯、啊你，你这个马英九的迄落民调讲，即卖已经第几趴尔，无到13%嘛吼、嗯。啊，尤其这几间搁落来，啊，你苏贞昌的民调搁甲伊差不多。无，这民调这物件无重要。嗯民调吼、哦，是讲选举的时候有滴民调、嗯，你执政吼、哦，民调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嗯，就张 TVBS 讲准备做民调，讲迄个吼王金平啊选总统吼，民调60%吧。嗯，敢有影？算看卖啦，算看卖啦，算了就无啊啦，对不？啊，马英九伊的民调13%，嗯，哦，13%好啊，算了嘞，啊，689万票啦，是不是？安怎？安怎？哎呀，啊，无你是要安怎？对不？台湾人，今仔日吼，不管你是打几栋。只要你是台湾人，请看一下王金平的下场。对，你知道，今天啊，你就是当奴才、当走狗的下场就是这样了。对，啊，国民党，你也知影，不是合作国民党，是合作中国国民党。你那是中国人，纯的、外省的，在权力核心里面，在上位。好、哦，王金平这个呢，是上位的边缘，啊、哦，那一种人。那还有更边缘的哦，地方的啊，啊、嗯哦，你有什么乡镇市长啊、县市长嘿啊，弄边缘的哦，嗯、你呐，哪要爱票都去甲你拜托，好、哦，啊那伊那这种款啊摕到了，化胎都胎啦，化了就了，对吧？就甲你讲啦，伊这个马英九，你看伊安尼，你看伊今仔日了，搁去这个养老院遐去甲迄个长辈哈。去讲阿七，我讲迄个长辈可能会搁提早再见哦。这个伊，你看伊今仔日的迄落安尼，吼，足亲切的安尼去讲阿七，啊，甲昨这两天啊，抬这个王金平的迄个杀安尼迄款的动作，迄款的口气，完全两个敢那天使甲魔鬼合于一身，这种的人啦。啊，我咧想讲哦，咱这个台湾人哦，你活伫迄落国民党呀，哈！啊，你若讲有食嘛，好差不多啊啦。啊，若无食到，你也免想要食啦。啊，我咧想讲哦，你也是咱台湾人嘛，较讲安怎，就是咱台湾人。你爱看讲，伊若有两个人同款的迄落，因外省人就无代志啦。哦，啊，这个纯种哦，爱看伊有纯无纯哦。嗯、啊，若有代志的时阵，拢差不多拢是台湾。伊抬整条抬了，即马抬伊身边，才会。台籍人士，吼，台籍的台湾籍的这的人，啊，安尼，咱今仔日吼，咱想讲，咱来甲这个国民党的遐的吼，挖伫的遐，想讲要爱得到什么利益的吼，咱是毋是甲建议一寡宝贵的意见吼，回头是岸，倒来台湾人的怀抱吼，啊，台湾虽然讲这老母较善家一个，较安怎嘛是爱倒来台湾人的身边安尼，无可能啊。不可能！哎呀，既得利益啊，对不？哎，回不去哦。对哇，你今仔来挖国民党，你地方的嘛吼，关市长也好，关市议员也好，啊，立委也好，地方的都对啦吼。好、嗯哦，我国民党就真简单嘛，你就底下算，你替我掌握这个政权就好了。你那底下算，底下走，好、哦，你那边乌一寡钱，贪污一寡钱，迄拢无要紧。目睭客气。你一目。等你无怪的时阵，才找你嘛。对不、嗯？啊，你那是伫民进党做吼，啊，清清白白啊，对不？嗯啊！你选对咧，对吧？啊，所以要死。啊，我安尼讲，唔足侪人会改民党，那改国民党。啊，我国民党靠你个啊！啊，我民进党就输个啊。选举的时阵提名，啊，你选举的钱就甲你应付较够嘛。对啊。好啊，你哪当选了，就安尼目睭客气，你一目啊，随在你去吃嘛。系啊，啊你那是做官，还是去整了？不管你做啥物吼，你都。保持两个原则嘛、嗯，不要替在野党官说嘛，哦、不要帮民进党官说嘛、欸，要替国民党官说、欸啊、不能拿马克杯嘛，嗯、啊，这两个不要碰就好了，对，啊、保你平安，嘿，哦，爱就好啊，对啊，啊，无你看这个老正常老家，你看安尼食个安尼食东食西哦，阿鲁米不爱食，伊爱食国产的，嗯，你想看卖诶，7.7亿的迄个
国产哦，啊，伊若总讲这个人，若是讲啊是外国人，啊是安怎，唔知影人就来买落去哈，啊，即样买落去代志大条啊，啊，官司唔在拍，拖西连来拖几啊年。好啊，啊，姐啊，姐啊，讲到这多好笑啊，进前不是拍刘振石，拍到乒乓球，啊，啊，即马王金平代志出来了，大家拢在替王金平讲话，啊，啊，迄款的拢唔讲啊，啊，那个事情还继续在发生哦。对啊，继续在进行哦。对啊，对啊，你们就把它放掉，当作没事。全党哈、哦，全个新闻，整个台湾都在为王金平在那边喊冤。敢那除了王金平之外，拢无话好讲啊。那对啊，安尼咁对啊、嗯，你这个执政党哈、哦、是那安那安那乱安那斗争，咱不管。嗯。但是咱在野党，咱在野党的主要目的是啥？就是爱监督。好、哦。替咱台湾人民发声，替弱势发声，不公不义的代志，咱来替伊来发声。嗯，啊，你敢有做？啊，你咱即马吼，过来讲迄、那个，今仔日咧，迄、那个网络新闻啦、啊，伫个台中啦、啊，搁、有迄个阿伯落雨呢，较早是讲落雨，啊，落在立落去吼，即马无落雨安尼立落去，啊，边啊遐个厝拢湿呢，你看麦，迄外危险，倒好擦只，你看伊个放落了吼，伊个迄个点啊角落，无在遮尔啊宽。啊！迄敢无偷工减料？迄哪有偷？迄哪无偷工减料？路敢会安尼无落雨？安尼规条路放起立落去安尼？啊！这种的代志，拢起码电视拢未去报这种的代志啊！啊！你这个民进党监督的，这个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切，望伫你的手头的，家里拢无要出来开记者招待会。啊！那是国民党之前的关系哦，是讲你路放起啦，吼。啊是台死人啦吼，啊是讲迄、那个就你条经济吼，甲人迄个灾祸重建的钱拢乌去啦吼，迄拢无要紧。啊，若中南部来淹水就死人啊，对啊，就是爱办啊啦，系啊，就是安尼啊，对啊。哦，所以讲呢，今仔吼，咱其实吼，咱要安尼讲吼是很沉痛啦。嗯。但是吼，你一定要了解，就讲你若是和国民党去做在野党，和民进党来执政吼，好处伫倒位。嗯。我这是要讲和。哪个人听？嘿，对。今仔日那是民进党来执政，吼、哦，我讲啦，民进党吼无遐搞啦，贪污吼，拢不要去嘴啦，对，马上都抓到啦。啊，斗争嘛未晓啦，对啊。民进党有斗争就小斗争，尔无参照这个国民党的这种的宫廷斗争术，这尼啊芦苇纯金啦。啊，过来，你民国民党你食透透啊吼，一空一缺吼，你拢知。啊，若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哦，你目睭瞄一下，人就知影你咧创啥。你啊袂尻川啊袂尿好势，人就知影你要坐倒一条椅啊。啊，所以讲哦，都无可能。啊，毋过台湾人都无迄落智慧咧。啊，较选就选袂赢国民党。对啊，啊你若民进党若执政吼，因为国民党吼，伊知影空啊芳，你会安怎歪，安怎贪污，安怎去办单，安怎啥物无做好，伊拢知。所以讲，伊就甲你讲，你要袂做这，就甲你先话声讲，哦，你若安尼做会安怎？所以讲，你都唔敢做。啊，那民进党呐吼，任何一个首长，包括总统，你若了了做唔到吼，因通派媒体就开始骂了，你都爱出来道歉，好、哦，都爱回去咧。好，我来改。嗯、好，那是国民党之前吼，你安怎骂吼，伊就是不道歉，就是不道歉啦。好、哦，安怎就是安怎，无你是要安怎？道歉，对吧？哦，你今仔日你吼骂人叫你行啊，但来去用抢吼，都该拖走啊。对啊，阿扁啊，去巡去用枪的时阵哦，迄警察咯，惊啊为唔惊啊为，吼你足歪的，咱去呛着迄个淡水扁啦。对啊，吼、哦，啊那马英九远都甲伊拖走，含声都无得过，啊。这还阁无声嘞，伫迄落欢迎阿扁啊，总统伫迄欢迎要出庭的时阵啊，到迄个统一党迄个马英九的贵宾啊，你看伊讲伊连几啊十档，就是为了要踢。啊，变总统一个，啊，岗位后壁共踢落，啊，踢到迄落尾当骨鼻起安尼。伊迄阵啊，伊还阁总统的迄落，伊还阁有迄落安全人员，我唔相信讲迄六个安全人员，你威袂掉一个老乌啊？嗯，这个讲好上心。你去探望伊看麦啊？对啊。看你去卡会登去无？啊！王献吉干那牵迄个 A 都袂得啦，都要起诉啊！哈，牵 A 都要起诉啊呢？啊，好讲话踢一个。对吧？阿扁啊，你安怎糟蹋拢无要紧，吼！啊，因为咱台湾人较淳厚，较厚道，吼！啊，人若会甲咱骂，咱会检讨家己讲啊，是毋是咱做毋对？嗯。啊，但是吼，个中国人毋是安尼吼，你若甲骂吼，是讲你黑白来，你哪会甲骂？我做也好，你甲骂，
是安尼呢？我台湾哪个有黏屁心啦？啊，伊迄都迄都唔是人啊，迄都根本唔知虾米叫黏黏屁呀，已经无迄个黏屁心嘛啦。啊，我即嘛吼在想讲啊，这个民进党到底是要安怎办啦？因为吼、这民进党的这个选票嘛是咱予伊的嘛，啊，咱这个人民是要安怎来对这个民进党哦，看有法度安尼改？讲好听也是安怎讲？你身负的责任是为着台湾人民，你唔是去负迄落统治咱的、糟蹋咱的迄落罪恶的政党安尼？对啊，你甲看吼、两个党主席吼、一个马英九，一个苏贞昌，曾几何时会出来开记者会啊？张啊，九一一啦，马英九就出来开三个记者会，为着王金平的代志，好啊。啊，你苏贞昌当时要出来开记者会？都是为了王金平出来开记者会啊！你今仔在野党，吼、哦，你苏贞昌咱民进党，就是讲为了啥物？就是要监督这个政府嘛。只要那危害咱台湾意志，危害咱台湾人民的利益的时阵，你就是爱跳出来，爱开记者会。足久以前啊，可能大家拢袂记啊。有人讲会大的时阵吼，讲要罢免马英九啦，要罢免反改革的立委啦。啊，我们的罢免呢？罢到哪里去了？苏主席，我们的罢免呢在哪里？嘿啊，要罢免那个马毅立委，被罢免，那个马英九的罢免才对啊。对啊，好，那个过了就算了。服贸的议题呢？你要跟人家辩论，忽然间说要取消辩论，今天爱出消息马英九呢？你说啊，我今嘛吼党内多事之秋哈，啊，我不爱跟你辩啊，好，我党内代志先不好再跟你辩，不是啊。你讲你吼、为了这辩论传两个月，吼、要传两礼拜要甲伊辩，啊，结果你传是要创啥？啊，门关起来，啊，无来上这个节目吼，讲、给大家听啊。系啊。对吧？啊，你都体谅人吼、啊唔敢辩，啊，但是你的辩词有没有吼、拿来这个节目讲，还是你要开个记者会讲都可以啦，还是要上三立、上民视，啊，去讲一讲都可以，请你做到，对吧？你为什么违背咱台湾人呢？这服贸这是确确实实对咱台湾的影响真大，你竟然拢无关心？因为哦，咱即马咱这个民间哦人心惶惶的，伊就想讲啊，记载伊啦，死就煞啦，无伊会发到人的天年啦。啊，不过咱感觉讲咱迄落反对党的，咱台湾党的迄落立场哦，你应该出来甲人民百姓。解说讲这服贸这是虾米回事？啊，咱即马咱人民吼是要安怎来因应这个问题？啊，互你的伤害来到时你看卖自杀潮啦，对吧？自杀潮啦，你个又个安怎咧？话袂落去的人只有死有人看。以这服贸吼六十四样，六十四项，它最严重的问题哦是在最后每一项的最后一个，它写其他，这其他这个才是问题。啊，所以讲，伊今仔日安尼，咱这个苏主席吼，我唔知伊的迄落心意安怎啦吼。啊，咱即马咱这个休困一下吼，等下念药倒转来。